怎么有两个坐标啊？因为有两伙人，这个家伙一定是之前阻止我调查刘天辰删除咖啡店监控录像的那个人。告诉老戴，一定要抓住他。喂，老大，现在有两个坐标，一个靠近市中心，另一个靠近海边，你打算去哪一个？马吉怀疑其中的一个应该是阻止他调查刘天辰的神秘高手。那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他不确定，要不然你赌一赌。那我去海边。好，知道了。怎么会这样？大嫂，哎呀，行了。计划进行的怎么样？查出来是谁了吗？这是怎么回事啊？你看，他们原本已经中了我设计的病毒，我也可以操控他们的电脑，但没想到最后，他们竟然摆脱了我的控制，就差一步。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计划失败了？谁这么厉害，连你设计的病毒都能破译？你看这儿。第一轮与我交手的只有一台电脑终端，而我的电脑显示刚才控制了两台电脑终端，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个高手在监视着我们，并且在最后关头破坏我们的计划。陈哥，你们三个先出去。怎么样，文件到手了吗？陈哥，根本就没什么商业机密资料，都是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书，竟然有个隐藏文件夹，还是个病毒。我看韩元仓那个老东西是不是放了假消息啊？我看你就是个废物。我们差点还被发现了，这个马戏太狡猾了，竟然控制了我的电脑。那到底是被发现还是没有被发现？那倒没有，还好有个神秘人帮我解除了控制，要不然……闭嘴！说他妈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们只能尽力去搞。刘天辰，我要的不是今天，我不希望我郑成祥手底下全是他妈一帮废物。如果你他妈再失手，你就可以在天海消失了。啊！大哥，我有牛人。云世同的机密资料了吗？我让这小子专门去了一趟，根本就没有什么机密资料。会不会是韩元仓那老小子摆了我们一道？这个韩元仓。
机，这次谢谢你了。至少通过这次事件，让我们知道幕后有一个神秘黑客的存在啊。要不然这样，你先准备下一个计划，我们一定要将那个人揪出来，好吗？对了，这件事情先不要外泄出去，以免打草惊蛇。知道。说你呢，别说出去。哎，行了，你也说出去。你没事吧？没事，老大，放心吧。怎么样，抓到了没有？段飞，我有话跟你说，过来一下。你没受伤吧？我累了，回家吧。哎，我跟那个柳峰……我知道，虽然我们从小就认识，柳峰比我更了解你，对吧？走了。先走了。韩元仓，你不是说云世同手上那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你给我一个解释。都是他亲口在董事会自己说的，我们都被骗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的人差点被云世同查出来？就你找那个刘天辰，要不是我保他，他早就被红顶检查组的人给揪出来。行了，你们都别互相推，一个提供假线索。另一个，他的手下尽是一群饭桶。这次行动要不是我找麦正龙在背后支援，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现在最主要的是善后，想想怎么把影响降到最低吧。我这边倒没什么，我自己的人倒是没有牵连进去，就算查也查不到我的头上。不过荷兰恐怕有暴露了。看来刘天辰还得留着，后边还有用他的地方。哎呀，总之啊，下一次千万不要搞砸了。红顶、云江，一定要让你们身败名裂。你们还有别的事吗？没有的话就不送了。把这个拉车上了。哦，幸好你看到了。哎，你说那个黑客高手到底是谁呀？我不知道。不过他应该不简单吧？你在这干嘛？没什么，没什么奇奇怪怪的。
莫扎特的这首曲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你要是喜欢，这盘碟送你啊。不必了，谢谢你的好意，心领了。这次你帮刘天辰摆脱追击的事情干得很漂亮，坐吧。我也有大意的时候，还好我及时破解了马姬的病毒，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份。云师彤身边还都不是小角色啊。明天我去告诉魏天浪，让刘天辰给你做助手。我可不要马姬的手下败将，他只会拖累我。你啊，也别太傲了，刘天辰还是能帮你的，主要看你怎么用。好吧，现在给你一个新任务。你是说段飞吧？没错，我今晚会了会他。哦，结果如何？只是打了个照面。我总觉得留着这个段飞很危险，你放手去做吧，我信任你。谢谢你的信任，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你不会让我失望吧？当然不会。来，敬我们的合作。敬你的莫扎特。于总，你的咖啡。谢谢。志明，找我什么事儿？我为红顶电子商务系统的手机 APP 做了一套宣传方案，今天呢，拿给于总看一下。这些都是你自己做的啊？对啊，我最近对电子商务系统 APP 做了一些调研，我觉得有必要单独为它做一套完整的推广方案。这套方案确实有不少亮点，我回去之后会赶快完善一下，一定会让你满意的。云总，这好像是你第一次认可我。志明，起初你父亲把你安插在我的身边，我对你是非常抵触的。但是通过上次商场的事件之后，我发现你仿佛跟你父亲不太一样。你给我提出来的很多方案，我回去认真想了一下，确实对红顶有很大的帮助。谢谢云总了，既然我现在在红顶，就是其中的一员，我相信我会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集团变得更好的。这样，你和秦雪继续推动这个方案吧，我觉得你们两个挺合得来。云总，我想你是误会了，我和秦雪只是普通的朋友。你不用向我解释，紧张什么？我还有事情。慢走啊。志明，哎，秦助理，我上次跟你说的推广方案，我今天给云总说了。他怎么说？他觉得特别好。真的啊？我就说你只要好好的为红顶做事，他一定会发现的。恭喜你啊！云总他还说，让我们俩一起完善这个方案。好啊，没问题。没问题。红伟，把这个给他们送过去。好的。
您怎么来了？我怎么就不能来了？文文，你先去忙。他是谁？秘书。我给你做秘书吧。为什么呀？这样我们就每天都能在一块儿了呀。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想你呀，这么明显你感受不到吗？前台谁放你进来的？我正大光明走进来的。算了，我是跟我妈起来的。你妈？嗯。她怎么来了？我妈在跟你们高层的领导谈事情，所以你今天的任务呢，就是陪本大小姐一块儿玩。你赶紧去找你妈，免得她有担心。那你就是不想陪我？我有工作，我在上班。那你也得陪我。不行。不准不行。如果你要是不陪我玩呢，我就出去。跟人家说，你非礼我。好啊，你去吧。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人相信你的话。宝贝。哎，我。段飞，你太讨厌了。我再也不理你了。走走。你请，谢谢。苏总，应该我先去拜访您的，没想到您先来找我了。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红鼎集团的报道，那个商业项目我觉得挺不错的，所以过来聊聊。苏总，这真的是缘分啊。又叫苏总，都生分了。苏菲姐。我们这个计划才刚刚起步，如果能跟你们苏氏集团合作的话，那真是再好不过了。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这次来啊，带来了一份合作意向书，你看一下。我觉得在有些板块，咱们两家可以互补。好，那我先仔细看一下，然后给您具体答复。这孩子怎么也不敲门啊？啊，怎么了，小雅？找段飞去了，人家不理他，生气了呗。林总，你就不能放段飞哥半天假吗？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他了。放他半天假？嗯。小雅，别胡闹。妈，我呀就是想跟他学打架，跟他学个一招半式的，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了。孩子打什么架？好了好了，我准了。真的？嗯。史彤，别理他。没事儿，反正段飞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忙。谢谢云总。妈，我走了。现在的孩子真是搞不懂，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What does the fox say？我再也不理你。张磊。What the fuck say？ 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What the fuck say？ 哈气哈气哈气吼，哈气哈气哈气吼，哈气哈气哈气吼。What the fuck say？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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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What the fuck say？闪烁，我是否可
该做些什么，此刻才显得不那么交错。爱一个人的时候，懂一个人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结果的冲动，还会坚持的守候，孤单中走的风景回头。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叶落的时刻留给我。再次相遇的时候，请你望着我，徒留我在这路口等候。走的风景会